一开始咱们又开始新的一局举盘，现在是一并五星，一并五的二星而已，不懂是上还是下，因为是单牌一个人 solo。 对我的队友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默契，也不知道他们配不配合。The enemy is banning. 我只好等待我的队友，看他们是聪明还是不聪明。他们如果显示不聪明的话，我也显示不聪明好了。如果他们显示聪明的话，我就聪明反败聪明。Your team is banning. 我还是选回屋。The enemy is banning. 198名。Please pick a hero. 我没想到Chang O 对面选了 Hanzo. Your team is picking Franco. What you? 他来大炸一招吗？我最喜欢这个英雄的大招，全面开挂，在他的范围里面都能打得到啊。好换 Sass 也是一个不错的爆塔一流。 Irithel 那时候我用 carry 的时候给你打到他趴下了，这次我要用我的 Franco 来把你打趴下。他应该是打算跑来跑去不让我抓到他吧。 Johnson, your team 这一辆车谁都会害怕。 Jawhead 不错的一个选择， Jawhead 这一个不能小看，这个是 Jawhead 硬的一个选手。他还有一个两个盾牌吗？你们别这样，一个打手了，再来多一个打手吧。还一个 assassin 啊， Dyra 也不错，还可以。这个是汉索，我最讨厌的一个英雄，黑森森，分那个身也蛮痛的，其实。要找到他上身就难喽。吓到他屁股尿流就行了。哦，对面的这个阵容也不错。对面的阵容也不错啊，我的样貌也换了，你看，噔噔噔噔，29，我的阵容是一个蛮极为强大的一个阵容啊，能不能更换到不知道了，咱们就看下去呗。谁赢谁输还不知道，游戏里面我就废话不多说，只专心打游戏了。我这个猪八戒来的，会拉人的猪八戒。他们有一个一辆
全能跑全场的一辆车的速度比任何人的还快，连我的爪子都抓不到它。有点过分了。Welcome to Mobile Legends. 5 seconds till the enemy reaches the battlefield. Smash them. 什么时候跟着我？ All troops deployed. 保你不死，你放心吧。太牛逼！一来就一杀了，吸血。掉了一血的一个大哥，牛逼！我说过我这盆就一粒票了，Ally has been
这么打嘛。这有伤害吗，大哥？这走冰雪喽。One shot, one kill.Our turret has
唉，我怎样都拉到一个 Ethereum 来送死了人啦，怎样？我是之前的最后一个二方按钮了，唉，输了。5点次，排名第3。